我哋嚟 UBC campus 度食拉麵。你係 UBC， 我係 UBC 喎。冇錯啊！哇，我哋今日咧翻翻嚟到自己嘅母校啊！哇，好耐冇翻過嚟啦。咁其實咧，之前喺呢度讀書嘅時候咧，都唔發覺佢有咁多美食嘅喎。喂，我哋一走咗，佢就開咗咁多間，係算點咧？我仲讀緊嘅。你仲讀緊啊？你讀幾多年啊？我係永遠都係 student 嚟嘅。想起校園嘅生活，係咪應該由我哋踏入校園嘅第一年開始講起啊？18歲嗰時咯。啊，嗰陣時好青春，嗰陣時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好似自己覺得好多考試其實好大壓力，但係而家諗翻嗰段時期咧，其實都真係好開心，即係冇咁複雜咯啲嘢。其實細個嗰時咧好怪嘅，你會識翻啲咧大個啲人咧，佢哋就會同你講，你唔好咁快覺得要嚟 get out high school university， 你 enjoy 佢。但係嗰時就會話唔係啊，我想快啲嚟完咗讀完書出去做嘢嗰種感覺啦，係咪啊？而家咧就知道後悔啦。其實咧，即係校園生活咧，除咗考試之外啦嚇，即係要温書嗰啲好大壓力之外，其實真係幾開心。即係以前真係就掛住玩啊笑啊，好似冇乜煩惱咁樣。係啊，但係而家就好多煩惱。你白頭髮都出嚟啦，係啊。咁我回想起第一年啦，其實我覺得嗰陣時咧，啱啱入校園咧，咩都唔識咧，我係 join 咗好多 student club 噶，即係唔知道有啲咩用啦，但係 join 咗成大扎。你記唔記得咧？佢哋唔係好似一年有一次嗰啲咧，即係啲 student club 擺曬出嚟俾你揀嘅去報名嘅。我諗我冇你讀書咁好啦，我以前成日都跳堂啦，同埋嗰時候會覺得去咗一個咁大嘅大學啦，跟住覺得哇好多靚仔喎，因為嗰時中學會少好多噶嘛，你個圈子細，咁又係喎，咁又係，跟住見到哇好多靚。不過又係喎，嗰時 join school club 我都係睇邊個 club 多靚仔先 join 噶。咁係啊 ，join 完之後咧，就係因為啲靚仔，我先再做更多啊。因為嗰陣時有我 join 個 school club 咧，咁佢哋咧就有辦一個舞台劇嘅，一年一次嘅。咁嗰陣時咧就揾咗啊，問我有冇興趣啦。咁我就好啊好啊，咁多靚仔啊。咁你知咧，原來好大 commitment 嘅喎，搞到冇時間讀書咯。我諗翻轉頭咯，我 join 嗰啲 club 咧，有啲靚。靚仔咧，咁你都會有種多啲 motivation， 朝頭早起身去扮靚，跟住去翻去見佢哋。咁我又冇乜嗰陣時唔係好識扮靚啦，不過咧又真係多咗 motivation 去做呢件事。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嗌我唔温書咁樣，即係每個 weekend 再即係除咗 weekday 要嚟 UBC，weekend 都要嚟 UBC 嘅排練喎，真係係好大嘅 motivation 嘅。即係到頭嚟講，我哋都係中意啲靚嘅嘢啦。但係其實佢哋而家都變曬唔靚仔啦。不過咧，我因為呢個舞台劇識咗好多。friend 係真嘅，即係呢個 club 咯，到而家都係好有 contact。即係我而家啲好 close 嘅 friend 都係因為我覺得係真係參加啲 student club 識嘅。反而我最 close 嗰啲 friend 唔係喺大學識，係中學識嘅。係咪啊？但係翻去咗大學嗰時，大家讀唔同嘅 program 啦，即係難啲識㗎嘛。係咯。係啊係啊，但係我嗰陣時如果唔係參加 student club， 我覺得其實喺大學係難啲識朋友嘅，因為每個 class 都唔一樣啊嘛。我覺得係難啲識，除非你 student club 咯。即係我喺 class 度識，我真係識咗兩三個，係真係好有緣嗰啲嘅。咁啊，嗰陣我好識好多人，係咪啊？我而家會識咗少好多人，以前真係太多啦嘛，跟住你會好求其就 hello 咁樣就會識到。哦，咁啊係，不過嗰陣時因為咧，我喺同一間 high school 咧有幾個女仔陪我一齊入咗 UBC 嘅，都係讀 science 啦，同埋有一個咧係我真係個 best friend， 佢同我讀同一個 major， 又係 neuroscience。我哋日日夜夜咁樣見住咧，即係好似孖公仔咁啊！去邊度都做乜都一齊，係啊！咁嗰陣時搭巴士又係一齊，即係翻學一齊咁係咯，係啊！所以就真係好難識其他，因為成日都有個人陪住你。咁我睇我哋面前嗰啲嘢食先，好唔好？好啊，好啊，好啊！嗱，咁我見到你嗰邊係辣嘅，你介紹一下啊！係啦，咁我哋呢個咧前面咧就係一個素食嘅拉麵啦。咁佢哋講咧個拉麵係用咗 yam 嚟整嘅嗰啲麵，所以即係全啲人嘅，係啊。咁跟住我面前呢個咧就係呢個豬骨拉麵啦。咁佢嘅豬咧係點樣整嘅呢？就係佢將嗰嚿豬，佢係去放落嗰個豬骨湯嗰度烚咗先。之後咧拎翻上嚟就用咗自己自制嘅醬料醃兩個鐘啦。跟住上菜前咧，佢係會燒過去先上嘅。你嗰個係幼麵嚟㗎啦，咁我就介紹翻我呢兩碗啦。呢兩碗就唔同你嗰兩碗麵啦，咁佢哋兩個咧都係用咗粗麵嘅。
咁呢個咧就係唔辣嘅一個即係雞肉啦，都係雞肉湯底啦，雞肉拉麵啦。咁呢個咧亦都係雞肉拉麵喎，不過咧就係炸雞再配粗麵，而且咧呢個湯底咧就有少少辣嘅。你見到佢加咗兩個辣椒咧，即係呢一個辣度同嗰邊嗰個有少少唔一樣嘅，即係呢個係 jalapeno 嘅辣咯。但係我哋呢個兩個都有嘅分同一樣嘢咧，就係有成嚿蒜頭喺上邊啦。係啊係啊，我其實好中意食蒜嘅。我都係。咁嚟到拉麵鋪食拉麵，當然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小食陪襯住啦。在我面前就有这个炸鸡啦，跟住有这个 kakiyaki， 仲有这个辣味的 chicken karaage 炸鸡，当然也都有这个 takoyaki 章鱼烧。食嘢咯，好食嘢，除翻个口罩先，除翻个口罩先啦。キントンラーメンでは常に新しいワクワクするようなラーメンを作り出しています。月々のマンスリーラーメンではキントン独自の食材を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に、チャレンジしています。ラーメンシェフの、様々なアイデアを、聞くたびに、私はいつも、想像力を、刺激していただいてもらいただいています。またエグゼクティブシェフの秋浦田と一緒に働くことは彼からさまざまなこと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よりクリエイティブなラーメンシェフになろうと思わせてくれます。作るのが好きなラーメンはポークオリジナルラーメンです。キントンの定番であり一番最初にメニューに載ったラーメンであります。加拿大的观众你们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应志月又名细猫，是香港的一位新晋唱作歌手。为什么他叫细猫？因为他性格好像猫一样，他哥哥花名叫做大猫，那他自然就成为了细猫了。应志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新人，有看过2018年 UTV 第一届全民造星选秀节目就知道他是一位很难得的全能歌手。他懂唱歌、跳舞、玩乐器、作曲，当时他打入到最后十强，虽然未能夺冠，但已经很成功地被更多人认识他和他的才华。我自己很喜欢音乐，我怀疑就是我阿妈在我小时候进行胎教，我仲係 BB 喺肚裏邊咧，就不停播莫扎特嘅歌俾我聽。咁喺出道之前咧，我喺韓國同埋中國外地咧又做過練習生啦，亦都喺韓國讀大學而做兼職嘅，亦都係可能係抱住一個好疲倦嘅身軀去上大學嘅課程，或者有陣時有啲嘅教養課程咧，真係頂唔住咧都會瞓著嘅。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都有好開心嘅，就係練習嘅途中咧，都會認識咗一班好中意跳舞唱歌嘅好朋友啦。在2016年他碰上机会获赏识在中国内地组成男团 Catchers， 而在2017年更加参与外奇艺偶像练习生，令他累积更多的舞台和比赛经验。去到韩国的时候都会读书认识了一班很好的香港的朋友，他们都会鼓励我。直至到你问我如果最深刻最开心的时刻呢，就当然是练完学有所成啦，回香港带不同的音乐类型给观众。完了18年的全民造星，细猫未正式进军乐坛，他回到韩国完成了他的音乐学位。其实一直被 Mira 认定是第13位成员的细猫，最终他选择了自己成立工作室，上年正式出道。咁到毕业的时候呢，就是2020年啦，咁以獨立歌手嘅身份出道啊，但係咁啱得咁巧咧，就碰正疫情嘅啱啱開始。其實咧，當初都會有好多嘅真係叫做打沉自己嘅時候啊，因為疫情咧就會導致到好多工作嘅延誤啦，或者令到好多工作係會冇咗，咁就會成日都懷疑，係自己嘅問題啊，定係點樣咧？做音樂未夠好咁樣咁。
都硬住頭皮啦，係啦，咁就直到今年，其實叫疫情喺香港都緩和咗少少工作啦，都開始叫做慢慢有翻啦。咁抱住呢一個精神，繼續堅持落去啦。早前收到消息，細貓首次擔任主角嘅微電影《藝人》獲得第八屆微電影創佳作支援計劃音樂編嘅最受歡迎微電影獎項，而佢嘅原創歌曲《別想太多》可以成為呢一套微電影嘅主題曲，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呢個劇本咧，其實同我自己咧就好貼切啦，就係 artist 出道之前咧要接受一啲訓練，咁當中都會遇到好多磨練，但係有一位練習生咧就諗唔通啊，最後輕生咗。咁自己都會諗，其實疫情之下咧，都會係跌落低谷啦。大家都會覺得好消極、好負面，但係千祈唔好諗埋一邊。就想透過《別想太多》送俾觀眾，叫大家唔好諗咁多。其實學識擺低，順其自然，都係人生嘅一個階段，一個成長啊。不想太多。而自己點解今次會揀一啲冷洋洋嘅感覺啊 ，low fi 嘅歌曲風格呢？就是因為之前大家都在想，咦，別想太多喎，其實最適合是什麼曲風呢？那麼啱呢，自己是有跟 CO Star 前輩啦，還有 Mad Boy 合作的時候呢，認識了 Kenny 監製。那知道 Kenny 監製呢，原來是一直做開啲冷洋洋啊 Lo-Fi 的感覺，覺得別想太多呢首歌曲呢，那曲風好啱 Lo-Fi。 那嚟緊呢，我就會出一首跳唱歌曲啊，因為自己寫歌呢都寫了話咁快有四首啦，咁就想帶返啲新鮮感俾觀眾啦，亦都係想話返俾觀眾聽，細貓係識啲跳舞都唔敢講話完全識，係識少少跳舞啦，咁都係想做下舞技俾觀眾睇下。咁今次跳舞歌呢，一定唔會係約你跳舞嗰種曲風㗎啦，咁大家期待一下啦。若半有日间心烦，再加过一晚，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说。Snapshot right now, snapshot right now。三人拍摄是认真，就算一人都等等等等。这个节目里，观众又有戏，一心一意只会为你。欣赏这节目有精彩报告，每一个 tour 我们晚上见。